皆さんこんにちは，我是整天宅在家的婉君，想当宅宅但又懒得出门买东西吃，许多人都会拿起电话来叫外送，但现在有许多业者也开发 APP 就能订外送的服务，来看看有哪些 APP 吧。目前已跟1300多间餐厅合作的 Foodpanda 最大卖点就是能订购部分不提供外送的餐厅，透过定位服务能够搜寻附近的餐厅，并且依照不同的餐点种类额外收服务费，每个选项都有星星级评价供参考，相当便利。与各连锁饮料店合作的 Chumi 不仅能订购手摇饮料，就连 Seven 的饮料也能外送，外送订单传送后有店家直接外送， APP 中会清楚记录糖度冰块等，店家也会注明满多少钱可外送，以后就团订饮料就不用担心记不起来谁无糖谁少冰了。进入外送小蜜蜂就有美食地图推荐餐点供选择，订购的餐点也可以加上注记让店家一目了然，而外送包含小吃、饮料等项目非常丰富，不过有些商品免运费限制有点高。东新闻，外送最适合宅宅了，报道哦。